你不是要挑战一下卖鸭脖吗？这鸭脖怎么会正常卖？怎么会出现问题？我就想不通了呢。咋卖的呢？就是卖一个封一个，卖一个封一个。兄弟们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回味一梦。哎，名字品牌名字官方你看一下，回味一梦这名字真好。那一夜伤害了我。看到没？啊，鸭脖这里。你干嘛呀？不是，这怎么这么细啊？细狗，细狗。他嘴哥说他抖腿，音乐呢？你们这么紧张干嘛？呀，我来试验。不是，我吃行不行？啊，你吃，可以。啊，介绍一下，兄弟们，他怎么卖这个东西？怎么？啊，你们那么紧张？那个肉很多，很紧实，手撕。对。有点黑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嘴哥要他？不要。哲哥介绍一下，我们基本上介绍完了。我说完能不能不跳舞了？不跳，你受不了啊！你说，兄弟们，这个鸭脖确实挺不错的，真的，平时当零食吃也不错，这个东西真的挺好的。你不要看它黑，我跟你说。不能挨着我，不能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的？我喜欢有肌肉的，喜欢猛的，喜欢每天健身的。兄弟，他这样讲话谁顶得住啊？兄弟，谁顶得住啊？没想到，身为铁王教父的嘴哥也有招架不住的时候，被默默三言两语整得直呼顶不住。帮不了，好啊，帮不了。兄弟们，说啥？不要长健康，别长健康。你别那么可爱，你那么可爱谁顶得住啊？就在带货完魔法世家清洁面膜后，默默的一句话就让嘴哥再也控制不住了。兄弟们，魔法世家的啊，因为有很多兄弟们要这个去黑头的，价格打下来了，机子打下来，魔法世家打牌子。我跟大家说，如果你草莓鼻鼻头特别严重，你洗面奶是解决不了的，你要用什么？要用清洁泥膜，你涂上打圈是揉个5到3分钟洗掉，你慢慢你会发现毛孔越小，毛孔越小脏东西越少，它是一个良性循环。如果总是撕拉式的，越撕拉毛孔越大，越大脏东西越多，它是个恶性循环。这个魔法世家真的不错，我洗掉给大家看。我才用了一次，真的这边真不一样，你看这边是没事，转那边呀。哎，真的是，看是干净嘞，那就亮亮的。你看，再转那边，你看这边亮，这边黑。魔法世家的去黑头的啊，紫泥草清洁面膜，他们日常价是119，他们在别的主播的里卖是89，我就不说谁了。今天我们破价，破了50块，我再给你8个试用装，3片你可以试用，感觉不行把它退了。多少钱？39.99，上车。你会不会喝酒啊？会。你会是吧？你想跟谁？我带你喝酒是吧？你想我多少？你太懂事了，我喜欢嗲嗲的。好的，嘴哥。小杨哥终于公布了第5位徒弟，如今前4位已被称为4大天王，更是直播界的顶流。最后一位也是在直播时无意透露出来，让无数网友震惊不已。第一位大师姐红绿灯的黄，外号封号斗罗，00后的她是几位徒弟中和小杨哥风格最像的女徒弟，疯狂起来连小杨哥都要避其锋芒，如今自称抖音一姐。我现在已经不是三级的一姐，我是抖音一姐。因在某场直播中被连封18次，被网友戏称封王。第二位二师姐戚老板，深耕美妆行业数10年，37岁的她皮肤依旧吹弹可破，凭借过硬的美妆经验给粉丝们分享精简护肤技巧，让粉丝少花冤枉钱的同时效果还非常显著。第一个受益的人小杨哥更是对她称赞不已。这个人真是人才，真是神，你知道吗？杨弟当年的皮肤，这是去年吧，你图图这，你应该抖音，你应该这个粉丝，说你这叫脸吗？你看我现在，
男生用哪门洗面奶？就这个兄弟，就胶原泉，啥都别选，就选胶原泉。男生用的洗面奶，男生女生都可以去用它。我现在就一直用这个洗面奶。对，这个洁面我们自己都在用。兄弟们，这个洗面奶是真好，我的妈！就这支洗面奶，问小杨嫂，小杨嫂说：“哎呀，真的感觉就是它毛孔里面那些油都跟挤出来一样，就是你会感觉它把脏东西给你往外带。”这个洁面它是植物和氨基酸双重复配的，200 g的洁面天花板。这个是13-14岁你反复长青春痘的，包括像20多岁水油不平衡的，包括我这个年纪30多岁、40多岁、50多岁、60多岁，就全家老少都可以去用的。它洗完你那个毛孔那个透气啊，你自己能感觉到，尤其是油痘肌啊，而且不含任何的表面活性剂，不含任何的什么防腐剂、乱七八糟的酒精，什么都没有。不到3个月，对吧？400万单，它的回购率太高了。它回购率是高于新粉购买率的，兄弟们。对，回购率太高了。就什么意思？就这支洁面，你拿到手可能用了2-3天，然后你就开始再回购了。而且这一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，它不会有任何的激动，所以大家放心。它一开始99块钱，对我师傅愣生生砍成39块钱。39一支，60有2支，买60有2支啊。第三位嘴哥，92年的他曾是一名光荣的人民子弟兵，退役后专职当健身教练。然而自从加入了三只羊后，直接化身舔狗教父，不提也罢。第四位乔妹，94年的他曾是一名才艺舞蹈主播，后来在小杨哥的鼓励下成功转型直播带货，最开始也是备受争议，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，现在也成为了三只羊独当一面的带货高手。由于嘴哥直播时常常美女相伴，导致经常吃嘴哥的醋，所以被粉丝称为醋王。第五位便是小黄的亲姐姐 Coco。 96年的她不仅拿到了台湾和厦门理工硕士双学位，还曾是英雄联盟第一位上王者的女生。有颜值又有才华的她却把所有光芒给了妹妹小黄，甘愿做个配角，默默守护在小黄身后。小杨哥也是让 Coco 叫他师傅。你现在也叫师傅，你不是叫老板，你跟你妹妹是一样的。对，昨晚在小杨哥的直播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，就连在家里看直播的杨妈都担心不已，只因小杨哥的粗心大意，起身时没注意到哥哥和嫂子，失去平衡的三轮车瞬间向后倒去。事后看着嫂子踉踉跄跄的背影，小杨哥也是满脸自责，并时刻关心着嫂子的情况。嫂子骗了你是吧？然而此时却有网友质疑，说小杨哥是故意的，只是为了节目效果。可是看到小杨哥一脸后怕的模样，谁会用家人来开玩笑呢？不是，当着电脑，我故意，我畜生吗？没事，没事啊，都没事，都没事，兄弟们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就在带货完中秋礼和月饼后，大杨哥的反应直接打破了众多网友的质疑。兄弟们，马上中秋节到了，是不是要月饼？美辰、黑松露、牛心、奶黄月饼，那叫黑松露。牛心，牛心，月。我去年一场直播卖了10万单，20%啊，一共8个。你看他们这个一个米壳，你看线下238，米其林星级大厨师，黑珍珠星钻大厨，啊，所以他们家的这个月饼非常贵，但是也非常的高级，黑松露月饼。因为马上中秋节到，他们真的是可以拍的，可以送礼。这是有一个礼盒礼袋的啊。然后今天我们给兄弟加一个，也是美辰礼的流心月饼。这样就完事了吗？不可能。咋了啊？今天。两盒黑松露，每个都有礼盒，每个都有礼盒。去年我们就这一盒，就一盒黑松露，今年两盒黑松露，189，上车了。我刚才我跟你说，125那个一紧，哎，当着电脑，我故意我畜生吗？没事，肯定不是故意的。谁知道会这个车子怎么一下就翻了？他这个车有问题，啊，这车有问题。